我们这个椅子呢是带有板环结构阻尼的东西的，那么这观众席呢有这个椅子是中，因为国家大剧院的重要一个内容就是跟国际上的文化交流，那么要代表国内国力水平、综合国力水平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在这个整个中间，当然我们请了很多专家的意见，包括导演、演员、观众，包括各种那个舞台技术的这些专家，那么听完这些意见以后综合起来，那么觉得。 那么这个剧场盖起来以后，应该在国外，国内是第一的，在国外国际上应该是一流水平的。这种构造型啊，它是既是一种建筑艺术啊，又是满足未来老头两千个席位。演出季当然一方面呢是烘托这种那个奥运会的气氛了。 同时呢，在奥运会期间呢，世界的冰棚们都云集北京，这样的话也给他们那些国际友人们提供了一个欣赏艺术的场所。